你的生日日记给你送上生日的祝福。okay, 我要开始了。 OK 你来吧。孤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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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0天以后就是毛毛的生日了。那这视频点赞要10万。20天以后带毛毛去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6月6日，全国爱眼日。爱眼日吗？不是的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。那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我来带你吃上海排名第二的牛蛙。为什么不吃排名第一的牛蛙呢？排名第一的牛蛙是哥老关。 OK， 然后他还出事了。哎，不要跟他出事了，我们拍过了。对，我们拍过了，然后他还出事了。那为什么今天过生日要来吃牛蛙呢？你去了就知道了，快走。 okay, 因为我最喜欢吃牛蛙。众所周知啊，王师傅对于蛙还是很有研究的。牛蛙排在王师傅的美食爱好榜第一名，对吗？其实也没有，我只是比较喜欢吃哥老关。我跟你讲，牛蛙对于我来说，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它的腿很像鸡腿，所以其实我是喜欢吃鸡腿，然后才喜欢吃牛蛙的。所以其实我带你去吃鸡腿更好，对吗？你也可以这么说。妈的，应该带你去吃华莱士的。牛蛙的话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哥老关，但其实我也只吃过哥老关。这家店的牛蛙和哥老关的是不一样的。怎么说？哥老关的其实是火锅牛蛙嘛，在辣油里面然后煮牛蛙。这家店它其实是铜锅牛蛙。有什么叫铜锅牛蛙？什么叫铜锅牛蛙？铜锅里的牛蛙呀。铜锅牛蛙呢，从状态上来看，它应该是一种介于干锅和湿锅之间的中间形态，就是它干但是没那么干，但它也没有那么湿。这句话说了好像也没有说。牛蛙越干，所以牛蛙越湿，中间也忘了。小安，加大腰量。哎，这家店据说是全上海排名第二的牛蛙锅，但是它是在牛蛙锅的细分品类里排名第二。现在这种排行榜就已经细到不行了，下次排行榜变成那个下面有着蒸炭火的高温加热到90度的里面的牛蛙干的程度在45%左右的铜锅牛蛙里面排行第一名。像王师傅是在长得像星星的男主播里面排行，不对，应该说长得帅的主播里面，游戏又打得好的主播里面排行第一名。今天你生日，你说的算。点个菜，点个菜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赌90%的可能，他要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。社死！你不要这样子拍我，太恐怖了。手不够长，伸不上去，记得点赞哦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把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亲爱的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，当当当当，生日快乐！把你的眼睛蒙住，不觉得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吗？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只青蛙，这是死掉的青蛙。这个是牛蛙，我是青蛙，是不一样的。在你的生日日记给你送上生日的祝福。okay, 我要开始了。 OK 你来吧。孤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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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个锅像不像一个生日蛋糕？嘿嘿，生日快乐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喜悦？我很喜悦啊，我太开心了。这个不比哥老关差。别点，虽然哥老关出了食品安全问题，但是我只是在讨论他没有出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的好吃程度。他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变态的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非常的入味。到一般这种铜锅呢，它都会有问题，它上面的没味道，下面的太咸。但是他们那的铜锅我感觉是先在大锅里面炒好，然后直接放进去。这个铜锅只是起到一个后续的保温作用。我想知道一个事情，这个锅多少钱？这个是4到5人份的份量。没有，两个王师傅。王师傅可以加两个小毛毛。可以加三个。除了王师傅之外全是你的话是可以4到5人。确实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贵的，但是好吃是好吃的。我在这里打一个究极防杠点，给后面的美食评都打好补丁啊。
以后凡是出现问题的话，就把我这段圣经反复的吟唱。对于吃的东西，不管是它的味道好吃难吃，咸了淡了，辣或者不辣，它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东西你觉得辣，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辣味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其实除了好吃难吃之外，价格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，它根据你的消费水平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，还有你平时的生活方式都会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像这个300多块钱，我觉得算是比较贵的。那为什么我的微博经过这样的判断呢？因为它这边的装修环境比较的随便，它又在上海的张江，然后它外面又搭了一堆脚手架，对面有一家杨国福。综上所述的判断，我就觉得它价格可能相对比较贵一点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觉得蛮好吃的，就由于我没有收家店家的钱，所以我完全不推荐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以后所有的视频每一家店，不管你说好吃难吃，你都说我完全不推荐。就是我们现在账号量稍微做大了一点，很多东西你都要承担责任，但是我又是一个很喜欢逃避责任的人。如果我不能随心所欲的按照我自己的喜好说出它好吃或者难吃的话，我就很难继续做美食视频了。吐槽一个小点，你看看这个边上都粘上了，对吧？时间长了就会粘上去，还有些纽蛙也会粘在这个上面，然后稍微焦一点，但这也别有一番风味，不过有点致癌就是了。大家平时少吃焦的东西啊，那可以吃椒盐牛蛙。不是，那个焦和那个焦是两个焦。你觉得牛蛙的身体好吃还是腿好吃？腿啊，肯定是腿啊。我以前跟他去吃哥老关，他只吃腿，然后身体全是我吃的。你会觉得腿好吃还是身体好吃？展现你情商的时候到了。这里情商高的回答肯定是腿好吃啊。他这边贴了一个老板说，写的好实在。哪有很实在啊？如果作为一个深度经营 B 站的角度来看，我猜弹幕应该就是巨 A 尬。看到这个老板是马龙，我突然感觉找到了知音。说的好像你是马龙一样。我是马龙啊，我写程序的时候你还在画画呢，我真是马龙呀。就像老板是用那个逻辑思维在开店，我一直在用逻辑思维在做视频啊，来给大家演示一个用逻辑思维来吃牛蛙。提问，我刚刚使用了什么算法？穷举法，因为我把它都吃了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你们看着前面的牛蛙好像一点都没少，其实你们看后面，它上面写说99%的客人在点了铜锅之后都点了江湖辣卤。江湖辣卤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你点一份试试。你想做特别的人吗？你想做我们就不点。不点。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们做美食节目。你把这个锅包袱丢给我了，我不可能不接。不点，点了我就是狗。那卤是热的啊，它有猪脑耶。对，这就是对于辣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。我觉得这个不好吃，这个辣卤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土豆还稍微能吸点味儿，但是像鹌鹑蛋完全没味儿。它这个猪脑也一般，确实入味不足。这猪脑有味儿，猪脑味儿很浓。哇，那这个99%的客人在点了铜锅后都上当了。这铜锅蛮好吃的，这个辣卤我觉得都不好吃。我跟你说，辣卤的这个东西不好吃，这家店做的不好吃。怎么样，今天的这个牛蛙锅有没有让你赞不绝口？我觉得非常不错，这家店别的东西都不好吃，但牛蛙锅相当可以。我觉得配得上牛蛙锅的细分垂直领域的第二名，因为我就吃过一家，那在我的心目中是第一名。哦。今天是那个毛毛请我来吃我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好吧？20天以后就是毛毛的生日了。最喜欢吃猪脑吧？我也可以吃喜欢吃猪脑。那我是要打扮成一个猪脑给你端上生日蛋糕吗？你可以把你的……那这视频点赞要10万，20天以后带毛毛去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。记得关注王师傅和小猫的账号，还有给我们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今天是王师傅的生日啊，在这里祝那个本频道所有的观众们生日快乐！大家记得在世界碍眼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，不要躺在床上看手机，看手机的时候最好开个床头灯。